两个人在公交车站等车，不能有任何言语，不说话呗，不说话。对，如果我们不能说话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些东西嘛，准备一些太可以了。好，商量一下。不戴眼镜。OK。好，我们请凯歌导演发号施令。OK。好嘞，预备开始了。比谁家袋里东西多。